想想。嗯，还有金华冠名是还可以的。嗯。嗯，哼，豆腐叶，哇哦，红烧牛腩，嗯，料是多，哇，几块儿都，哇，三四块，里边还有。但是我如果不是正像那个香酥鸡蛋灌汤这个薄荷跟放的秋味我看这个都是这个糖大料够了这个银子米线要放在哪块肉？我保证其他米线绝对没有放，在其他地儿绝对吃到。不好。我是得劲，我是有脏吃的。